住手！你想把我也吊死吗？就因为我是海盗？我们不都是海盗吗？宝藏湾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保护它，坚守阵地。为了杰克船长？不是，是为了你们自己。卢克别说还有一堆黄金。哦，伙计们，你们怎么说？呀哈！马克思啊，你怎么说？我，呀哈！回来，胆小鬼！能不能帮个小忙？怎么说呢，宝贝儿？哟吼！但是别叫我宝贝儿。好的，宝贝儿。能放开我伙计，否则会揍扁你的。从上面往下看，怪吓人的。来了，伙计。废物，我发誓我会亲手把你做掉。你休想啊。本分点，海盗。对不起，丑贼舰长。哟呵。我觉得此处应该